方面跟之前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两个色而已啊，深蓝和浅蓝两个色，可是。所以我们讲爆款图画啊，我们要加哪种已经加不到啊，浅蓝啊，浅蓝是没有了 S 啊，因为我已经我手太短了，浅不够人家抢啊。两个色而已，深蓝和浅蓝，这一次是有到很大的 size 啊，有去到 XXL 这个款式啊，所以去到 Triple XL 啊。 AD 你是讲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个款式吗？是现在我身上穿这一件吗？是的话你打我 yes， 然后待会我叫助理发那个尺寸给你。两个色，深蓝和浅蓝，这个是浅蓝，浅蓝没有了 S 啊，我身上的深蓝才有 S， 属于 jogger 款，属于一个高腰的牛仔裤。 OK， overall 它穿起来就是很显瘦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把你的脚拉长，它是属于一个高腰的款式。所以要 S 啊也是只有一件嘛，深蓝色啊。 OK， 那么呢其实呢这个呢我是建议 M 到80啊，可是如果你要如果是说80到84还是可以，因为我有这么多空间，可是我穿 M 是不会瘦，为什么？ OK，把它可以拉，这个它有一条带嘛，你拉紧了的话你就不担心说哎就不会有滑下去的问题了。 OK， 所以说这个款式跟助理的尺码一样，建议你要有 M size。 OK， 我是穿的 M 啊，臀部肯定是还有空间，然后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大弹力的牛仔面料，所以跟我的尺码的话 OK， 你可以选择带走 M。 那么呢那些可以接受贴身或压布的，跟着尺寸的话多一个2-3cm 是可以啊。 OK， 可以啊，因为它是属于非常大弹力的牛仔，加上它前后都可以拉伸，所以说这个款式我是穿着 M size 哈。这样子我的 S 给 Joanna 了，这个款啊，我现在是最小的码，是从 M 开始去到 Triple XL 啊。AD 还有什么上衣啊？ AD? 我已经发给他了，就是现在我们身上穿的。OK 啊 ，AD， 刚才我和助理的，你问的那件上衣，助理也是一样穿着这一件上衣，牛仔裤啊，它来最小从 M 开始的，对了，最小从 M 开始哈。它裤脚这边是有这样子款式的，有一个 ring 一个 ring 的款式，然后裤脚这边是有 rubber elastic 这样子修裤脚的，这属于 jogger 款就对了。前后口袋方身的，后面的口袋方身呢？前面的口袋一样是方形的，整件裤头是 rubber elastic 穿了，如果微松的话，你可以把裤子这边这个抽伸缩性的这个 rubber elastic 这边可以拉紧一点点。助理是穿着 M， 然后我是穿着 S， OK， 属于一个高腰的中哥款就对了。面料是属于一个中厚的牛仔面料，有弹性啊，大弹力。剩下最小的码，剩下 M 开始到 XXXL 啊，有三个 S 啊，这个款式啊，可能常常你有身边一些朋友啊，他们常常是买不到比较大 size， 你可以 take 它进来买这个款式哈。面料很舒服啊，你看整体穿起来啊，它不是那种贴裤管的、啊，不是那种修裤管的，它是属于比较宽松版的就对了。OK， 整体穿起来还是很舒服的就对了。我那些啊，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啊，他就喜欢这种中跟款，觉得上厕所啊不会拖到地下，这个很适合。其实我在想要不要留给我妈妈穿，因为我妈她一直以来都很想穿牛仔裤，可是她找不到一个她适合她的。我的是深蓝色 M 牛仔，要不要赶快 M 穿？数量也不多，所以说要确保拿得到啊，请尽量直播下单哈。整体上穿起来会显瘦，是因为它属于一个高腰，加上它腰间这一边呢是属于这样子大片的，它有那个微微的修复的那个效果在那一边。 OK， PPG 55价钱是75而已，对吗？对，非常的优惠价啊，价钱只是75、啊、75很值得带走啊。所以说我的如果你们要有些size也是剩下最贱的，给我看什么啊？哎，其实我配到我刚才那个如果你们要深蓝色 L 啊，我也是只有一件啊，深蓝色 L 我只抢到一件，然后的 light blue 的 M 我也是拿到三件罢了，所以要浅蓝色的 M 最后三件啊，浅蓝 M 最后三件，深蓝色 L 最后一件哈。IV 你的 NTC 09红色留了， Rainbow 你的是 WM 留了。提醒我配搭这一件，因为它高腰，我配这一件。所以特价 IV 提醒我配这一件很好看，为什么？因为这一件针织上衣是属于一个短版的，然后配搭是一个高腰的裤子，对，是非常搭的，你这样子来搭是可以的。 OK， 今晚的最后一个款啊， PPG 55价钱是75零几，现在最小的码剩下 M 到 Triple XL， 第一次我们有带进这样大的尺码，助理是穿着 M size。 OK，
助理是穿着 M。 微松来看了一下啊，可能因为他的裤头是可以拉伸嘛，微松的话没有关系的，拉紧，对 OK。 因为如果你说我拉伸穿我身上还是有空间，可是这样子的还是 OK。 你担心说你会滑下去，这个你勒紧的啊，裤头这边你拉紧的，就不会说手上去说它会有滑下去的问题，是不会啊。所以说等我的尺码啊，这个款式带着 M 就好了 OK。 我是穿着 M。来，Joanne，你要看 SBE 的款式啊 ，SBE 38 ，OK， 属于一个针织面料的马甲款，五个色啊，黑色我就不拿给你看了，因为黑色刚才助理穿了放在里面了，一下子要先可以看它的颜色。啊，主播身上是 MTC 09啊 ，MTC 09，我发资料去你的 inbox 啊。来 ，SBE 38 ，Joanne 五个色啊，这个是 Golden Beige。这个是胆龟，这个是 Mahogany Deep Mahogany Brown， 这个是 Mahogany Brown， 这个是 Cream 啊，不是白啊，这个是 Cream 加，还有一个是黑色。然后我身上这个短版的针织上衣呢，一样是有六个色啊，什么颜色在里面 ？Pinkish Baby Blue White 是它吗？我身上的是 Baby Blue， 这个是 Pinkish 酒红。Caramel， 然后再来，还有白，还有一个就是黑呀，还有一个就是白色 ，OK， 针织面料大弹性的 NTC 零，现在我身上穿的是 NTC 09，价钱是55，另外一个就是白色，一样是 free size， OK， 没有的话，我们今晚的直播就到此为止。星期四一定要守着我们直播，收到厂家的通知，来了一个西装裤，我们真的是严重缺乏西装裤，每一个顾客在问，他们等了一个月啊，等了一个月了哈，每个顾客都会问，还有西装裤吗？还有。西装裤吗？星期四啊，一定要进来看我们的直播。星期四我们有一定会抢啊，那款式因为数量有限哈。所以说星期四一样是晚上7:30哈。OK， 谁要买西装裤的，一定要守着我们星期四的直播。OK， 我们也非常期待。OK， 好的，左岸 NTC 09蓝跟白色有了。没有的话，今晚的直播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晚安，我们就星期四见，拜拜。拜拜。中了个 share 都不见了的。